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 第二枪。那我们继续来玩 For Honor， 因为刚刚我在等试试哦，所以我跟那维京人打。那维京人还不错，他让我想到说，我一直忘记这一支跟三个种族里面的先锋，我是要中距离的，我要拉开距离，干我一定要拉距离，然后拉距离就砍，拉距离就砍。往旁边跳就削，往旁边跳削，就是不要让他接近就对了啊！怎么可能？一打一就可以，为什么四打四不行？拜托！跟重开没有关系吧？还是他也有更新的啊？哦，有可能，所以我可能要把游戏更新，然后因为我猜应该有可能，更新看看就知道了。那我们继续。哦，可以。晚上玩这种游戏很提神的，但是输了很失望而已。双面刀果然，可是我没有更新啊。对面的那个，这个
我好像要毒死了，靠杯。我是没差啦，因为人家还可以来救我。啊，靠杯，不会吧？我这一次会空干，我终于知道。干空干是无敌的吗？啊干你错在。很可惜耶、欸。Round three， 干空干！我干，干没打过。干我真的没打过这一只，干。干有时候妈憨憨的，我不会打角色的话，我就变成这样。干这个空干要怎么打？还蛮难打，因为我是专门打攻击力的，敢遇到有盾牌的我就麻烦的。我好像没有遇到长枪会破防的哦。如果他那一只没有会破防的，我就 OK。Round one。靠杯，这一次很敏捷。但有时候遇到这种会绕来绕去，我真的好像也打不赢。
Round two. 嗯？哦，干，好难打。干，那个大蛇好难打。哎，闪不掉了！哎，他让我想到那个之前那个二十等的那个战士，对，他就是这样杀我的。嗯，你是电脑人吗？他好像就是打个几下之后用推的，好像是这样。没关系，我有影片，我可以研究，到时候研究一下那个之前有遇到一个二十等的战士，然后这剑圣。我看不出他要怎么打我，怎么都退光了。哦，是我看错，我想说干他的。
Round one.靠呗，这一次我也不常打。对啊，他也要被先被捅了几刀。干好剑哦！我这很会玩，有霸气。干，刚夸你了。Round two. 用很早就对了。干，他真的好强，我没打过这一只，哎，要四打一了，因为我哎干，干又是空干。干那个 TURK27 可不可以黑一下？干，妈每次都这个。哦，一取代电脑，我想说干。Round three. 他 ID 很熟，妈好像妈进来都是。不知道，我很不想他们接近我的中心点。干你娘，还是傻小子。
两只吗？哦，果然，果然空干有问题。我先回血。Oh no！先继续按好了，以防等一下开始。What?干，真的假的？狙击，谢，抱歉。只好再启动一次。哦，他们讲的那个后 R1 就是后轻打，就是这样子后退，然后搓一下，后退搓一下。哦，不要用滚的，对，不要用滚的，开窍了。那它毛很多欸。
我一直搞不懂他那个三国是干嘛用的，因为你谁都可以投资啊。What？ 所以我是房主就对了。黄色那一个快被榨干了。他的空干是可以戳到他，但是你他会硬，他硬，欸，他会很硬哦，你打不了他。打有取消就好了，没意义啊。哦，加入别人的，干那还不是一样？可是别人的比较好，那是这样。啊！干我那么多电脑，靠边！
啊，差一点！干的，电脑那么强，所以有些人也是打不赢电脑。哎，过了。干，我的电脑人好强哦！三个 AI 一点，干，那就打电脑就好了。干，电脑好强哦！靠北。Round two， 给我电脑一切免谈。我的电脑，啊！人家不想打 AI 是不是？差一点。
哦，终于有一个玩家加入了，这也来不及了，输了。Round four。嗯，还有。那 AI 杀640，太扯了。可以是可以啊，真的很人很难等。今天晚上大家线路都不好的样子。好，有人跳了，那就算了。排一个有人的吧。他说平板，他怎么好像哦？加入中，怎么有这种很奇怪？32等。嗯，奇怪，AI有那么笨吗？欸，还有靠边，干白贼，不小心发呆。
Round two. 都取代为电脑了是。平常不是都可以哦，他们要打就不要跳嘛。晚上的人总是都这么悲惨。取代为电脑的。空防率颇高的，因为这个游戏空防率也不是空防率，就是像那空缺位，就是人家是随便爽就跳这样。哇！对面不就两个都电脑了，他的分组机制也很奇怪，应该分给对面一个玩家吧。对啊，那两个应该是玩家，那个不是电脑。我会先跟这32打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。哦，傻眼，我回不到他。今天这影片我真的要去看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打了，好强。我还没彻底死，就对。
做玩家。Round two.这样为什么？好容易，怎么那么容易就没体力了？到底是怎么打的？而且好强哦，都回不到他。真的，那一只真的超猛的。Round three.哦，干他超猛的。所以二十等还可以再上升就对了。完全看不懂他在打什么。Round one.
刚刚是电脑吗？是、欸。Round two.这招小，你可以跟我讲。他很强，我看他看他怎么玩。啊，他小。哦，看，嗯，所以我刚看错了。
Round 4.这啥小？我靠呗！突然跟那个没打过的人好像没打过，跟没打过的人打，那就变智障。感觉装备一定有问题。出卖队友，看他还是好强。下一集全部都打电脑好了，对哦，全部都打电脑。不是，不是全部都打电脑。